Galaxy 近年开拓不同的产品线，其中 Gamma 系列 SSD 就是为一班游戏用家而设，提供优异的读写效能，无论是安装或者载入游戏时候，都可以发挥比传统硬碟更佳的表现。Galaxy Gamma 系列 SSD 是针对一班游戏玩家而设，外壳用了金属物料配上拉丝纹理，备有 118G、256G、512G 多款容量。新推出的 Gamma 系列 SSD 在型号上也会加上 Plus 字更易分辨。今次 HKEPC 就取得 Galaxy Gamma 512G Plus 作测试，打开它 7mm 厚的外壳，就会见到两面的 PCB， 正反两面分别焊了四组 MLC 火粒，以16纳米制程 MLC 设计，每一火都拥有64G 容量，两面的8火合共就可以组成512G 的容量。采用4核心设计的 PS3110S10 控制器，还提供8通道传输控制，加入了 End-to-End Data Path Protection 技术，确保 DRAM、NAND 和控制器之间资料传送无误。另外也设有 Smart ECC Rate， 当 NAND 部分发现错误无法修正时候， Smart ECC 就会接手进行修正。在速度方面，新版本的 Gamma 系列 SSD 拥有更高速的表现，以 512G Plus 为例，就可以提供高达 550Mbps 连续读取和 530Mbps 连续写入， 4K 随机读写 IOPS 可以达到10万和9万 IOPS， 而 256G Plus 型号亦都有 520Mbps 连续读取和 500Mbps 连续写入的速度，效能不会逊色在其他高阶的 SSD 产品。